半算。你怎么又来甜品社了？我发现打鸡蛋是一种让人心平气和的运动。怎么了？我是在想，你说大家会不会原谅薛铁？就算大家不原谅，你能做什么？我不能怎么样。比尔盖茨曾经说过，不要去想会不会，只要考虑做不做。比尔，哎，他有说过这句吗？我编的，你也信啊？怎么你们都骗我？谁还骗你了啊？还有谁？还有谁啊？尹克啊？哎，吴恒，你跟尹克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吴恒，哎，你们怎么都这样啊？新民警，新民警，新民警。